我拥有巴啦啦能量呀！看我什么让泡泡更梦幻不？不是教过，恐惧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可可，别怕。我叫严可可，不叫严不可。按照颜月说的，屈膝半蹲，张开双臂，严可可，你可以的。原来把重心尽量压低，就没那么容易摔倒。屈膝半蹲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影月之前教过的逆八字停止术。可可，不愧是你，总能化险为夷。喵。不过这样一点也不好玩。双之子，快把能量都收回去吧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干的好事。是你用它把泡泡变成了冰雹吗？它会伤害华夏精灵，交给我好不好？